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，再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点，这样就好一点，不要烤到。来，你把最下面那一段剪断。哦，对，哦，我觉得它下面比较重，所以可能转起来。重了哦，自己测试，自己测试哦。来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在它上面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点火哎、欸、喂，你们在那边等什么？那、啊、你要跟我讲啊，我奇怪了，我想问你们在干嘛？我说可以用，可以用。好，来开始。那个，因为我爸那边比较重嘛，比较容易会烧掉哦。烧掉反而转得比较顺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中间一点，你那个线刚好对在酒精灯的上，对。哦。我觉得它下面比较重，所以可能转起来。那里面就好了呗。没关系啦，烧起来就烧起来了，拿上去了，来啊！啊，你的怎么那么短？你的舌怎么那么短？一个很长。好来，你那个尾巴可能要剪掉，因为它太垂了。把从怎么样？从那边剪掉，你那个，不然你就拿高一点了，你站上去啊，站上去啊，试看看呐。对对对，好来，拿中间一点，对，中间一点。可以吗？我点下一下。你们的可以吗？
有没有转的很厉害的？有没有转的很厉害的？欸，快点，等一下测试一只转的很厉害的给我看。欸，这只还 OK， 欸，这放在旁边也会转，对不对？哪里？是有些没办法动啊。它要挑啊，你那个尾巴你拿高一点，不然你就站它，还好啊，你的没有很长啊。不然你剪掉一段看看的。你把尾巴剪掉一段看看。因为你的尾巴有点太重了，它那边没有螺旋，所以它比较转不起来。哪一个？哦，这个哦，这还不错，这个就很顺。它还会逆时针。对，那，啊，你用旁边一点。逆时针是因为有时候它这个转太久了，它会转。哦，你放旁边看看，是放方向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换别的。可以吗？老师，我的尾巴高了。好，来试看看。哎，这还不错啊。走开好不好？你不要故意在那边摆哦，我现在没空理你。好，哎，来再过来一点，中间一点。Oh no！ 不要甩到地上嘛，桌上还防我，等一下弄洗掉了。好，它自己就会洗掉了，不要弄到地上。行吗？行吗？我觉得你们的尾巴好像太重了。可以吧？来。来来，大蛇看一下，好吗？哎，小姐，你怎么坐在桌上这么美丽这样啊？你酒精灯可以移过来一点点啊，你很好笑哎。你酒精灯可不可以移过来一点？你就不用站在坐在桌上了啊，你很搞笑哎。你慢慢喝酒，欸，可以移酒精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你们的怎样的啦？喂，你的蛇被烤掉一，我觉得你再烧一段会更顺哦，一小段就好。哎，那个在刚刚那个 OK 啊？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你的怎么晃的有一点弧度的？再一次。刚刚转的，哎，对。那，啊，你放旁边看看。这个是放中间嘛？啊，你可以放在这里，它也会转另外。哦，有，欸，这个还蛮美的，欸，这个你放在中间看看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我来，你看，哦，你看一看，欸，你们不要看好了，看得真不转了。这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转起来好美。
个怎么弄的？哪一个？哦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。但是我不吃啊，下边没有。这什么？你的那是什么？把尾巴弄掉了，尾巴弄短一点了，你那个尾巴太重了，转不顺了。